比较好？点多少要拿去卖？我不知道欸。我们看看可以捡到多少吧。对啊，就是订阅不会有这困扰，就是因为我平时广告也其实常常忘记播啦。啊，如果勤一点播的话，就可能它最低门槛是8分钟一次嘛。我以前就是8分钟一到就马上播下去，可是如果是观众的话，又如果没订阅的话，看的是会很烦。然后之后就改成大概就是30分钟一次，或是死掉休息的时候播一次。我帮你们回收哦。啊，这个你看，保特瓶在这里，你看，啊，这个是吃的，你看，啊，结果什么都没有，啊，很干净哦，有做好垃圾分类哦。好，换下一个。啊，你看这个保特瓶干干净净，这么可爱，来来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那这个嘞，这个没人要啊，也是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你看，三个保特瓶，很棒，很棒。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其实我觉得保特瓶还好啦，主要是给我三明治、汉堡跟可乐那些才比较重要啊。因为保特瓶其实一个好像卖2到3块吧，啊你一个可乐那些就100多块钱呢、欸。免费仔没关系啊，免费仔就乖乖吃广告啊，我也是喜欢当免费仔啊。6瓶，赞哦！捡垃圾有薪水啊？对啊，啊对，就说啊，总比在医院一直发呆好啊。不然我之前一直在医院发呆，其实就是因为发呆没有内容，我在想说，那干脆我不要开台好了。因为我自己就也会好奇其他台在干嘛。然后也会忍不住想去看一下他们在干嘛。啊，最近是有收入啦，怎么收入嘞？就是自从画了那个有一次我们晚上玩你画我猜，然后就开始陆续有那个里面的人知道我是会画画的，然后就请我开始画贴图。啊，又被翻过了，走，我们去翻外面的。YT 的广告没得仿，我不知道欸，没得仿吗？YT 的？什么能？你说音量能控制吗？欸，我看到人，我去跟他们讲一下，我去跟对面讲一下。这个是，问一下人在哪里？有人在吗？人在吗？哎，李世民，哎，怎么了？我找到更强的点呢、欸。我刚刚也看到很多地方有啊，我一路去拖吊场那边路上全都是啊，20几个点呢、欸，差不多啊。不是就在医护对面而已、欸，对面哪里？真的啊，它就是一个圈而已，你就一直循环着走就好啦。那栋大楼啊，我刚刚在那边捡超爽的哎、欸。要大的，不是小的哎、欸。为什么要大的？大的才有食物啊。啊，是哦。小的很难捡食物啊。啊，好吧，你看这边都是哦。所以你这个有捡到食物吗？我没注意耶，保特瓶比较多啦。对啊，保特瓶啊，我刚卖只有2块钱啊，哎、欸、靠，卖不到。你是拾荒达人哦，所以是哪里？拜金喵喵吗？拜金喵喵对面，然后往那个你拖吊说场的路上。拖吊场路上。那边贫民区，还有个公园，那边都很多。
拜金喵喵是斜坡下来吗？左下角那个地图吗？啊，脱掉场嘞！哎、欸，它左边左下角那个大十字路口的左下角那一区。是狐狸头的右上角的十字路口下面，还是狐狸头下面？狐狸头的左边，在左边有个超级长方形嘛？超级长方形的下面右边上面那一块。在哪里啊？左还是边你的要左。上车直接飙的比较快？好啊，反正对面有一台车。这台啊，这台没人啊，这台一直掉。每个人看，我看不到，看哦，的都是不一哦，样。好吧，那你开。哎，对，刚刚我好像也没有捡到吃的以外的哦。你要解锁哦，好。哇，这个位置啊，哇塞，我看一下哦，好，左下，好啊，那个嘞，拖吊场嘞。这里一路这边有一圈，钥匙下面，然后嘞，然后这边，这高跟边鞋高下跟面，鞋这边，好，钥匙下面，高跟鞋下这面，里也是一大圈。你，哇塞。你是不是这方面的达人啊？你是不是真的太无聊了拿回我的脚踏车啊，然后顺路就看一看啊。啊？哇，好记下哦，这个长方形，钥匙下面，高跟下面，好。哇，等一下，我没系安全带，想害我死哦。我的油怎么被吃到剩28了？我真的觉得出勤前要就把车领出来，要去加一趟油才能出勤诶。那现在没事，还是先把它停好就好了，对啊，你先不然停好加吧。了又被吃掉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一轮下来有多少东西吧，来帮我那你记先帮我哦。报一下行吗？什么东西？我只剩半条血了，为什么？跌倒啊！刚才脚踏车不停的往前暴冲啊！给予玩家计费单。啊，谢啦。好啊，我继续对面玩玩看，我先记记看有没有那个吃的。来啊，我们从这边开始，我们一圈下来看有没有吃的吧。你们刚有印象有吗？诶，听他这样讲，好像仔细想没有吃的诶。对呀，啊，好像这真的只有保特瓶，你看就是会像这个样子啊。保特瓶应该可以吃吗？我记得是不行啦，我消化系统没那么强啊。我让你想想看，你捡了1万个宝特瓶，你这样就有2万了诶，对吧？没有，我先看看到底捡不捡到，捡不到就真去翻大的啦。哎呦，那只蟑螂也太大了吧！我没有要吃哎、欸，啊，你出去买也没跟我讲。
孩子说你要去弄个东西。怎么从义务掉到拾荒了？没有啊，现在拾荒是少数能做的事情啊，比包毒还合法欸。哎，真的木有哎，好吧，看来这个地堡，这个地堡被刚刚的现实戳破了，它只不过是个一块两块的东西。哦，难怪它会呛人啦，因为小垃圾桶只会说里面没保特瓶，啊，大垃圾桶就会呛人。可恶！害我开心一下，现在我好难过哦。梦醒了，梦醒了。一直打嘞，打嘞打嘞。好啦，我们等下就一起去那边找找看吧。几个啦？哦，271，可以。想看被呛，等一下啦，等这一圈跑完嘛，有始有终啊。我最晚应该就4点以前就出门了吧。啊！要啊，要出门啊！要跟他们出门儿。咖啡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要大的才有吃的。那这样真的只要挑大的翻就好了欸，小的就真的无视了欸。小垃圾桶怎样？不翻了，不翻了，不值得我翻。挑大的翻就好了。我们只挑吃的，不要挑保特瓶了。大的几率比较低，还好啊，3个里面至少会中一个啊，还是翻一下好了，还是钱呢、欸，就保特瓶留多一点，啊，怕就是怕阿公把我保特瓶通通收走，发推特食物批发。那李世民的工作啊，他想要卖吃的，他想要卖人家从垃圾桶里面捡出来的食物。啊，吃一下东西，现在只吃得起这起面包跟可乐，因为捡得到，不用买。使用，使用。
然后右前方有三个垃圾桶。哦，对呢，阿公现在没有收身了，所以哦。医护的优势也没说到优势啊。可能之后医护就不会这么多人了啦，因为现在医护是当时就有些人进来，但是就很少上，所以那时候才会再找。啊，但是就是有时候又蹦出直接什么八个医护同时在线上，就会被人家讲说啊。啊，有些人就固定去做早班呐、啊，有些人去做晚班这样子啊，然后就很难拿捏啊。要、啊、不然就可能就是说，那不然就早班的下班啦、啊。嘿、欸、嘿。不过李世民很屌诶、欸，捡垃圾桶捡出心得。哎、欸，至少他们有分类啊，有没有？大垃圾桶是放厨余，应该反了吧？这种小的放厨余比较，哎、欸，也不对哦。其实它有个选项突然改掉，我很不习惯。这个拯救鬼岛市民，以前是拯救玩家，我想说可以救 NPC 了、哦，后来想想不对不对不对，这样自己就可以杀 NPC 把人家救起来。小垃圾桶是路人随手丢的，大的是餐厅住宅。那么丢珠宝的啊，他、啊、至少也在垃圾桶放一些，你懂的，那种很稀有的东西，一次可以卖很贵很贵，黄金保特瓶。哦，五个咖啡，我想说六个咖啡。小的先退下，好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哇，这边真的很大哎。然后就翻个，不是啊，可能是有些人什么离婚或情侣吵架，随便把一些戒指、项链往垃圾桶丢啊，劫财集吗？什么财集？啊，不然就是可以去海边、河边钓钓鱼，或去淘淘金，看有没有人就是生气把戒指、项链丢在河川里面。那边还有，
我 YT 是不是坏掉啊？给我打个字哦，然后嘞，Ace，我的，哦，有，正常了，正常了。没有，我的那个聊，那个双开的聊天室，刚刚怪怪的。哦，嘿咻，跑进去。下次我来把大家的车藏在这边好了。好热哦，其实我家现在41度啊，本来是没有要开的啦，那时候想说随便玩，后来想想，算了，还是开一下好了。然后开了之后就发现，哦，干，好热哦，好热。好，下一个点，我们去拖车场。Hello，阿公在干嘛？干啥？你咋啦？我的车撞坏了，我要走回车库去买修车包哦，你车哪里？我有修车包啊。啊。你要修车包？我有啊，给你。啊，好好。很贵，我给你钱好了。不用啦，你不是现在没钱吗？给你，不用啦，不用啦，阿公不用啦，你去拿。多少钱我不知道啊。好啦，这个也借我。好，开玩笑的。我想说你用啊。哦，这一台哦，你看那个死肥婆还不下车，从桥上，你看桥上有个洞啊，掉下来，那个肥哇，婆还坐在车上，哎、欸，你看有气球哎、欸，啥？啊，我去忙哦。啊，工作计程车咯。Hello，你伫对？啊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有讲话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。哦，你怎么遇到阿公的？我就在。清洁的路上遇到他，啊，怎么了？刚刚想要去警局附近的加油站，然后就从那边一路冲到了那个有铁轨那个高速公路上面那边，有没有？它不是有洞吗？对，他说有洞摔下来，又坏对，掉了。他要摔下来，然后因为我以为他说要带我去听秘密，我很怕。我上次被他带去听秘密，我就先把安全带卸了。结果他是连人带车摔下去，然后我人没事卡，就是在路上。啊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我好像有擦伤。来，让我为您绑鞋带啊！虽然你没有鞋带。好，好了，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那你再来嘞。阿公还很夸张，他还去扫射警局，然后放我。
你就小心哦，你如果在旁边被抓到，你也被抓进去哦。哦，那只好去车库了。可是阿公好像往车库去了。对啊，我刚刚看他，他现在是计程车司机是不是啊？对啊，他买计程车。哇，好吧。哎，刚刚我学弟跟我说，小的垃圾桶会有保特瓶，嗯，大的垃圾桶会有食物。有食物，对，难怪他一直在搜寻食物，还跟我说他拿到三明治。然后你就只要找大的就好，因为保特瓶一个才2、3块啊，食物一个就是100多块啊。对，所以可以挑大的收就好了。看你啊，如果像我刚刚不是说我找一个宝弟吗？对啊。我身上已经有303个宝特瓶了。好多哦！就你只要一直绕圈圈，一直捡就好了。还是要先回车库，我带你去那个地方。好啊，好啊，你先回车库啊，慢慢走过去好慢慢走啊，小心哦。等一下你出事，至少我还能拉你起来。过去啊，过去啊，过去啊。他不能装火箭筒，真的是很失败诶。为什么要装火箭筒？但这个双载啦，啊，你是说那个脚踏车的那个？对啊，诶，有这个诶。笑，然后被阿公看到生气。不会啦，哪会生气？他是说你不能捡，是不是？还是我们都不能捡？都是他的。我刚刚说。修车包就直接送他，他竟然还要给我钱呢、欸！阿公真的变了哎、欸。他给你钱啊？对啊，阿公真的变善良了哎、欸，好恐怖哦，有点不他习惯、欸。以前很凶狠以哦。前就直接丢了之后就直接跑掉啦、啊，然后刚刚说脚踏车借他骑一下，我就说没关系你骑呀、啊，就他说骗你的，他不是我认识的阿公。阿公受到打击太大了啦。对啊，你还是偶尔陪陪他啦。有啊，他还要带我去听秘密哦。对，你这个字小心哦，听秘密的钱很贵哦。对啊。还是你要骑啊？女生跑的话，没有关点，系啊，没关而且系。你穿高跟鞋跑欸，没有事没点，事，我们快到了，我们快到了。交换。哇，好喘我还一路从机场跑来车库欸。机场是没人接你吗？对呀、啊，我走我走想走说走，没关系啦。直接切过去了，直接切过去了。哇，你真的很有心欸。我觉得还蛮快的啊。机场离这超远欸。有时候看有人倒下，等一下哦。我超会走的。这个感觉是市民诶，对啊，这个是怎不么是？跟刚刚阿公车上的女生很像啊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就是刚刚是在这个女生对不对？哦，哇！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印象中好像是呢。因为我刚刚跟上去的时候是穿条纹装的啊，走走走走走，骑车吧。外面有一台黑色的那个车子，那是什么？你说那一台哦？记者车吗？对啊，这台记者的啊。我这一季还是第一季的啊，体力很差。就刚刚看说我很到惨，记者呢，我觉得应该是一般的记者车啦，不是我们哦，的记者车。哎，走走走。啊，不过那边没有大垃圾桶啦，不过真的保特瓶捡得很开心啊。看你不要来，那边就只有小垃圾桶啊。不过
不过可以剪得很开心。啊，人嘞？你刚怎么了？不太会骑脚踏车。哦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阿公在对面呢、欸，你有看到阿公？阿公在对面。捡啊，怕他、啊。哎、欸，阿公都没有哎、欸，被你捡光了哦。对啊，我都捡过了，哎、欸，可阿是我捡公，也是空的呀。阿公有个地方很多宝特瓶捡，你要不要去捡啊？哪里啊？哪里？快点告诉医护我。局对面那栋大楼，整个都是宝特瓶的垃圾桶，那绝对吗？真的真的真的。来，阿公，你看过去，那边都是。你不要跟市政府说没有啊，这边就只有你我，还有，啊！你们都不要跟市政府说，他奶奶的！不然会被拿掉，我知道，赶快捡吧。这真的超多，这一圈都是垃圾桶。会不会人在做，天在看啊？不会啦，而且这边只会捡到保特瓶啦。他没有保特瓶，他奶奶的！三个保特瓶。这是实况服啊，他连市政府都把钱花在这些垃圾桶上面了，是不是？安安哦，六个。有希望。上帝不要把这收掉吧，我觉得。不过讲真的啦，一个椅子旁边有垃圾桶，真的钱都花在这上面了。啊，你怎么最近穿成这样子啊？我把西装卖掉，拿去卖面包吃。哦，你要面包，跟我说啊。啊，不过这边不会捡到吃的跟喝的啦。我刚刚捡很多趟，都只有保特瓶。还好我还有阿明给我的杯子蛋糕，还有十几个。啊，你要捡那种大我的垃舍不圾得桶。吃啊。啊，要捡那种很大很大的垃圾桶，才会有吃的跟喝的啦。啊，真的吗？不知对道垃啊。圾车能不能翻啊？哎、欸，我刚刚想开垃圾车过来玩哎、欸，想去借一台来开。好啊，我有枪啊。用枪，他们都会怕啊。啊，你要小心哦，最近市民有可我能会知不让道啊，你下车就跟哦。嗑药了一样。这个不能骑，我刚刚玩过了，它没轮胎了啦。第一次看我啊，台，小心你安看，安，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你看，你看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怎啊！啊，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捡垃圾没有，我在做分类啊。啊？哦，你分啊！小心你看。好，我看。
你要干嘛？哎、欸，阿公，你不要漏电，阿公，你会漏电啊，阿公。哎、欸，这么可怜的人没有。五一。哎、欸，图片失败耶。阿公好了啦。哎，真的不信，我要跟市政府说。你说拍照功能吗？对呀、啊。不行哎、欸，都是那个失败的图片，过期图片。快过来！你快过来！必须要有三人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摸我屁股？哎呀，我不是故意的啦，从你屁股后面收到了保特瓶哦，哎、欸、你屁股里是不面藏是？保特瓶啊？没有你怕被抢啦，是吧？我口袋啦，不是屁股啦。哎、欸，塞屁股很聪明哦，我也塞在屁股里，好哦，不好？那不然都被别人抢走了。也塞也只能塞瓶盖吧，瓶盖已经是极限了哎、欸。我的应该可以塞家庭号的可口可乐，你是只是反着塞吗？不知道那个纸钞会不会也破掉，到时候也要你帮我开了。那你是家庭号的番茄汁吧？对啊，这边一趟就这样走一圈下来也差不多好了，然后就继续一直捡，一直捡。哎、欸、呀，阿公，你刚给我多少？我还你好不好？那你现在很缺钱啊？我刚刚给你5万块，怎么可能？我身上就没有5万块哦。那你身上有多少？就你刚给的啊？2万块，没有那么多啦！1万，不要再骗了，我刚刚看到五开头哦，5万，对呀，5万块啊！五百吧？放屁呀，5000块啊！那就对啦。好啊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给你啊。那修你车包钓是？鱼？那就。我说五开头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过来一点。哎，杰姨啊，你要不要买一只杰夫啊？那是什么？这只买你5000块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你的姐夫，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你的姐夫位置不对哦。啊，我看你的姐夫是从你拉链出来的、欸，是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等下，等下，我等下传给你。哎、欸，好，有没有要剪辑？拜托，刚刚那一段剪出来。你先剪，我等我一下，我等下贴在那个无线电。哎、欸，有人会剪吗？剪那段给我，拜托。我请人家用，我们先继续剪。有人会剪吗？老居，你可以帮我剪一下刚那一段吗？从他说那个要不要买姐夫？那一段开始，然后剪到他收手，有吗？有吗？有人在帮我剪吗？已开，感谢感谢，你好，再贴给我。聊天室应该可以贴啦，我那时候把那个打开，我把那个连接打开。
那这边要等它有垃圾才能捡，对啊。还没有人丢垃圾啊。但是画面转圈圈，哦好，安安，哇，你被什么 ban 啊？那么屌？你将 GG088 禁言5秒，原因是因为 PT 中 GTL 不给你贴，那你我私看讯你手我。上怎么拿那么多东西？哎呦呦呦呦呦，我感谢我有出现了。我的反垃圾。那是什么？你看我感反到好谢，多包在赔这里。了。哎，你的姐夫，等下等下等下，你的姐夫位置不对哦。哎、欸，阿公阿公，哎、欸，人嘞？那个，你有开监视器对不对？啊，你刚刚有看到阿公的姐夫在哪里吗？阿公，你有开监视器吗？啊，有啊。好，你等我一下哦。阿公叫叔叔爷爷吗？啊，叔叔爷爷哦，在这里。阿公，我死。啥？你没有弄到？你是不是没有弄到啊？啊，那现在呢？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用你的监视器那边看一下。阿公的口袋可以伸这么长的东西哦，好厉害哦！啊，你有看到？有啊。跟你一起看到的不是吗？哦，啊，你刚刚问你，你没理我啊？有啦有啦，我看到我傻眼哦，我想说阿公怎么从那边偷东西？我想说你怎么没有理我？所以。